空間是很犀利的。當我走咗埋去嗰個鏡度，就開始發覺咧，佢開始變咗啲唔同嘅形狀咧。咁突然間好似嗰度變咗係一個雙人舞咁，或者四個人舞，因為變咗四個頭。跟住你開始擺嗰啲 position， 就令到啲手手腳腳變形，劇場個線條又會變咗係重疊。所以望上去咧係似一啲沙畫嘅，其實好夢幻嘅。呢啲係舞台先可能發生到嘅一啲好玩。